好多朋友看到我的视频啊，都好奇我这个是怎么去摘果子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直接下手摘，你们信不信？你看看这全是下手摘的。然后这里面那么多刺是怎么走进来的？然后我说我会挥，大部分人又不相信。那没办法，就这样嘛，你看看。然后我现在是站在仙人掌地里面啊，中年的位置。然后这个东西真的繁殖很快的，这是疫情解封那一年的四月份种的。然后这是去。然后这是冬天了哈，冬天是今年冬天的，然后这是去年春天的花，刚开的时候是黄色的，这是没晒太阳，阴天的时候，这是晴天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种的时候是啥时候种的？就是疫情解封那一年，啊，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？啊，我种的时候是四月八号种的，四月八号之后，我想一下哈，四月八号之后是啥？种了之后就是果子是去年，就是前年吧，前年，然后果子是去年。这花也是去年春天拍的，果子是去年九月份以后拍的，繁殖特别快的哈，这个是没啥怀疑的。然后一年的话，这一个叶片正常就是繁殖个五六个叶片，多的十多个叶片，第二年可以说是把地长满，然后当年长出来叶片不结果的，所以说我种的时候第一年没结果，第二年就结满了。